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宫殿里的妖狐八之四之一之三哦，这个八峰第四层的第一小关的第三小关，关卡会不会太多啊？啊，第一关哦，伏击。属性相克先打吧。我两只攻击都一万多哈，但是我大声减伤哦，大声 OP 啊。哦，基本上大圣过九层的关卡没问题哦，其中一层就石头刻下去就对了哈、哦。不知道这个解释大家 OK 吗？哦，我必须讲啊，有些关卡设计的我认为是比地狱还难哦，可能是因为八峰吧哦，你的八峰就是不一样，可以拿来跟地狱匹敌有没有？先把一只干掉哈、哦，当然我们这边边打边除气也是可以的。哦，因为下一关它是无视减伤哈，这个稍微留意一下。无视减伤就是拿来打大圣的。这个魔力早晚记得开啊，忘记开了会浪费很多时间。啊，一回合就好了。那好，那我们先出气好了，先不要出手哈。嗯哼，干掉了哈，下一关还好，其实还好，没有想象中的难。他无视减伤，但是他血量只有三万多而已，哦，所以大声破法，再开一只这个元意金，哎、不那个毛汤鸡就可以了。哦，主要的防破掉了，他就没有用了。好、哦，就跟抓一样，哦，没什么差。接下来这一关好纵向的哦，单体攻击无法造成伤害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全体攻击的一个攻击哈、哦。对，我的光柱哦，确定一下哈、哦。嗯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可以开怒纳哦，没问题。全力攻击差点没做到，吓死我！开怒辣还没做到全力攻击，真是哭死我！嗯，还有两只没中哎、欸，再一次。哦耶，好，可以把我们的梳子绿的漂亮一点啊、哦。
算一下攻击力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可以直接灌过去，没问题。哦，我是在算下一关的啦，这一关就没什么好算，这一关就轻松打了。哦，第四关，哦，自残。哦，他每回合扣50%嘛，那等于是两回合要让他扁两次的意思就对了。哦，但其实事实上只有一次。哦，为什么？大家等一下看了就知道哈。哦，看扁第一次。哦，再来看第二次啊。第二次他不会攻击，就自己去自残哦，因为先自残再攻击。先自残哈，再攻击。来收雷盾哦，收雷以外的攻击伤害剩25%，这个应该会打很弱哦。所以我决定看一下那个露娜，比较大声，想弄一下他的血量哈。再开一个马上机加元一金天雷哦。你剩25%嘛，所以我们这样打速太慢了，这样可以加快一点速度。好，你这样再去做出击的动作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在打基本上都是抓痒痒啊。看一下我们七康宝，这个抓痒好像还抓得有点大力哦，请小心抓哈，忙力跨鬼。哦，因为下一关是反弹哦。哎呦喂！轻轻的抚弄，血量稍微注意一下哈，血量。技能都跳起来了，没有注意到哦。技能都跳起来就可以出招咯。好，第六关，哦，反弹15%哈，我思考一下哈，173万，我开元一金好了。因为这个台面上新珠多了，然后再加一个大露娜，好不好？大圣的部分，他会死吗？应该会吧。173万，好，就这样。斜转。哦，再加一个龙科，好，这样比较稳妥。
哦，绿杂猪，哦，这就不解释了哈。哦，绿杂猪，一波带走。哦，因为下一关这一关固定扣血100%哈，这个很可怕的哈，不是所有减伤和一致技能，所以我们大圣大吉要一起开的。哦，大概是这样一个 feel 哈。啊，一波带不走，我们就可能要准备重新开始。好，400多万而已的，还好啊。一只打100万，大概5只500万没问题啊。来吧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哦，这个出我意料哈，一只200万哦，所以等于是1000多万。这边的话，召唤小怪，旁边两只防3万哦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开这个大圣减伤哦。所以，不是减伤，破防，说错了。所以基本上全体攻击是可以一次把它送走了哈。哦，送走旁边那两只哦哈。哦，中间这只你还要自己开这个，哎，靠，他刚是 CD 耶 ，shit。没关系，好，我们还有一次机会。没什么光速哎，就是在玩弄我，对不对？开吧。好，这边做一点小小的结束，能尽快把它送走是最好，但是血量实在太多了，100多万，所以要一波送走是不太可能的哦。那我们就是先针对旁边的小兵做一个攻击的动作。那我预估现在是送不走了，所以我把光柱留下来。然后再来个做全体攻击哈。哈，还是没送走，这个有点小危险哦，所以要补一下血哦。现在是好时机哈，可以的话就一波把它送走。龙科，因为我怕这打不太死他，加一点龙科会比较好。送走你啊！好 ，OK， 好，下一关，隐形盾，哦，隐形盾，被封记的那一种，好，封4回合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把一些猪，哦，该绿的绿，该除的除，哦，又绿又除。哎，它是 CD 一的哈，所以这个我建议各位。你要除猪可以哦，但是有些猪还是要消一下哈，不然没有新猪没办法补血。来吧，锁技哈，全体锁。
说至少四回合哦。哦，不是至少，是根本就是。锁技也无所谓了，我们只要补到血就好了。哦，像我现在这个状况就属于一个小心一点的状况就可以了。哦，因为你要补到血，尽量把大圣弄到满血状态。哦，解锁了啊、哦！解锁，那我们就这只攻击力比下一只来的大。所以我先钻木纳，我现在没有龙科可以开了，所以我开大圣。哦，增加 1.5 倍的费力哦，代替龙科了哦。哦啊，三颗基本上我看也没什么攻击力，算了。哦，这好像暗黑打击了，这个移动过的会变问号符石，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就蛮好玩的啦，像这个斜转错了就看不出来。哎呦喂啊，奇怪怎么那么痛啊？是错觉吗？这个就是转错，你看不出来啊。这样讲比较快、啊、等这个我们的露娜出来了，好吧，稍待一会儿。很想给他溜过去，可是我怕那个珠子不是新珠啊。很好玩嘞！好，好了。哦，基本上你们应该看不太懂我在转什么，因为都转的人才知道他在转什么。来吧，建立战场。露娜，大圣，妲己。很好玩的，放开它就恢复了。哼，蛮有意思的。一波，一波，一波。K。哦，哇，这攻击真是哈、哦，全开就是很会易伤哦。妲己输妲己，好，以上是八至四至一至三宫殿里的妖狐哈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